年31岁的落选港姐李玫瑰于今年6月嫁给比自己年长25岁的富商老公陈文豪，但因两人奉子成婚且年龄上差距较大，网友们一直不看好这段恋情，并笑称两人是父女恋，但似乎这些酸言酸语并没有对两人的感情造成太大的影响。两人不仅婚后到处度假游玩去度蜜月，更是频频在网上秀出同框恩爱合照，可见感情之好。而下个月即将迎来预产期的李玫瑰早前结束度假回到香港的家中待产，为了纪念怀胎十月的美好时光，近日李玫瑰就带上老公陈文豪以及母亲一起去拍孕照。一向是家中毛孩未加人的李玫瑰更是将家里10岁老猫及1岁狗狗都带到现场一起合照，不过似乎猫主子对拍照一事没多大的兴趣，依旧是摆着一副标准的加菲猫一般的臭脸。李玫瑰透露肚子里面怀的是女宝，当记者问及希望是富养还是穷养孩子的时候，李玫瑰则是笑称既不会富养也不会穷养，就是中等水平吧，更说自己不喜欢女生像公主那样娇滴滴，希望女儿将来长大了不会有公主病。当被问及将来是否希望女儿像她一样能够嫁入豪门，李玫瑰则说其实这一切都是要看缘分，有没有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对方要疼自己。